喂，严总。嗯，我已经看到他了。下去就请。好，谢谢。 会开的怎么样？很成功，我马上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。哎，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夏言呢？刚才有个男的找他，走了。林浩。 严总找我过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陪你看风景吧？当然不是。签了这份合同，对面的大楼里就将会有你的一席之地。聘书？我们马上要成立一个云端运维事业部，想聘请夏小姐担任我们的总监，主持新部门的建设。据说许成毅。 是把你从星辰挖过来的，那么他就应该会想到，同样有人会用同样的方法把你挖走。跟他比起来，我更懂得惜才。抱歉，严总，我暂时还没有换工作的打算。我打开看看吗？徐总引导我进入 SG 是知遇之恩。 中间几次我都险些要离开，但是每次在紧要关头，我才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。不仅是因为这个平台，还有这里面的人。或许以后会有更好的机遇，但是只要 SG 留我一天，我都不会主动离开。严总，我先告辞。有点意思。 徐总，上午的会，刚才那个会议，艾米在5个小时38分钟之前就已经向我汇报完了，所以你用了5个小时38分钟去处理，说清楚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刚才……办公时间、办公地点，有公事就说，私事我没空提。还有，饭店的假期找人事补一下。 那马上到下班时间了，我能否请徐总吃个饭呢？这次是因为私事，如果今天不行的话，明天也可以。就今天吧。好，那我去订餐厅，我们下班见。 徐总，菜要凉了。嗯。其实我今天去见严长君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这件事情不需要你参与了吗？这 SG 和 NK 能否合作，
对于 NK 来讲也不是一件小事。 NK 能发展到这个阶段，他必然会投资上市的。他延昌军谋划了两年，去年上市失败，投资商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投资商给 NK 的压力比往年的任何时候都要大。延昌军这个人你也有所了解，他如此要强，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第二次失败。如果 SG 和 NK 能合作的话，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是双赢。我们要是能合作的好处我上次就跟他讲过了，可是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送上门的互惠互利的关系他偏不要。他未必是不要，也许是在等一个时机。什么时机啊？总之呢，和 NK 的合作你就不需要操心了。规避星球前期推广啊，我心里有数的。其实我今天去见严长君不只是为了规避星球的事儿，他想让我去他公司，我拒绝了。喂，严总。喂，是我。夏言他有其他的任务，合作的事情从今天开始不需要他管，有问题你就来找我。还有，夏言是不会去你公司的，我承认我是喜欢他。夏言就是夏言，没有任何可比性，我们之间渊源极深，你就不需要猜测什么了。既然工作的事已经了结，我希望我和你的私事不要打扰他。夏言，这菜都要凉了，吃饭吧。夏言，有个东西，要是我今天送不出去的话，恐怕我晚上会失眠。本来就应该昨天给你的。什么呀？你把它还给我了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把它放在自己酒柜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每当我烦闷想要借酒消愁的时候，只要一打开酒柜我就会看到他，就会让我想起那天在机场的你。有一种笑容是有感染力的，会让看到的人不自觉嘴角上扬，跟着会心一笑。丧事这个词用在你身上很精准。不过我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笑容了。不过是个旧手链而已，你要是喜欢就留着吧，不用还给我的。我想你现在比我更需要它。我记得有人问过我，对过去的感情是不是已经释然了，这就是答案。它曾经是我的药，既然我的病好了也就不再需要他了。更何况只要我想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本尊。
何必舍本逐末？你今天生了两次气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学着像你一样任性了一把，结果效果并不好。一个有点小气的 boss， 还挺特别的。是特别好，还是特别不好？特别特别吧。